听闻圣上非常重视南厨神，还给你封了一个御膳房主厨的位置。你放弃大好前程，回到花间岛。杜若，你可真是淡泊名利啊。岛主，我本就是花间岛的人，理应为花间岛出一份力。月儿，你说是吧？你能回来，我自然是高兴的。夫君，杜若来花间阁任职，对于我们来说，在朝廷里里外是个照应，对于花间岛来说是个大好事，你就别置气了。当然，我可高兴了。按理来说，新任御史上司即位后，拜见完岛主，岛主应协同参观花间阁。哎，要不你们这种小事让下人去做便可。我堂堂岛主。对，岛主说的对，岛主日理万机，必然是没有闲工夫陪同了。哎，要不月儿，你陪我去转转吧。我夫君，我与杜若已许久未见，那我可否陪他一起？不必问我，你自己决定吧。哦，啊，是面来了。吃吧。刚才夫君说的话可不许放在心上啊。我才不跟他一般见识。夫君那个人呢，就是这样的，在外人面前严肃沉稳，但有的时候啊，要像小孩子一样幼稚可爱。不过杜若，你也真是的，我都已经答应了夫君带你去花间阁参观，你倒好，偏要半路拉着我回这面馆给你做面吃，还不是我这个胃在捣鼓，他太想吃你做的小面了。对了，杜若，这家御膳房能当御厨是多少人梦不可及的，你为什么要自请回花间阁啊？还不是因为你。我本来想在京城把那个鬼医南泽掳回来给你治病的，但是我找遍了整个京城都没发现他。我担心我再也吃不到你做的小面了，所以我就回来了。月儿，话说你最近身体如何呀？你放心吧，我最近身体还可好着呢。不管还剩下多少时日，我都会好好珍惜的。哦，对了，差点忘了还有一事。我在朝廷任职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花间岛的任职名册。这名册上，花间阁的创始人除了老岛主花剑山以外，还有一个云氏。不过这云氏被红墨抹去了，那是犯罪免职的意思。这岛内姓云的人寥寥数人，除以精湛的，那云已首屈一指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云氏很有可能就是云乙。属下通过花剑山师傅金掌勺得知，花剑山与云婉清乃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兄妹，两人当年一起入宫后各司其职。花剑山主要负责皇子的饮食，与后宫嫔妃几乎没有接触。如此听来，花剑山与母妃是没有交集。
那他为什么要对母妃下手？我之前听阿爹说过，阿娘是嫁给他之后才开始自学厨艺的，这跟你的说法有出入啊。哎，所以这事儿细想一下还挺蹊跷的。哎，你想啊，若云姨和老岛主花剑山真的是同门师兄妹的话，花一男又知道他们的关系，说不定他接近你是另有所图。你胡说，就算阿娘和老岛主是师兄妹，这跟夫君接不接近我又有什么关系啊？你细想啊，这花一男在几个月前突然出现，不由分说的开始对你穷追猛打，这又发生在老岛主花剑山去世之后没多久，这个时间点上就很可疑。可还有更奇怪的事。说，当年花剑山为了准备与云婉惜的婚事，暗中向金掌勺告了假，离宫去采买婚用之物，但是由于当晚花剑山没能及时赶回宫，只能在外面过夜。然后金掌勺怕花剑山受罚，便谎称花剑山早已回了宫，而那一晚就是宁嫔娘娘中毒当晚。所以花剑山根本没有时间去对母妃下手。但为什么满画和圣后会说实？但姑姑说这云婉惜是被冤枉的，凶手其实另有其人。那凶手是谁？花剑山。当年之事圣后应该最为清楚，但是圣后从来没有亲口承认过凶手就是花剑山，反而一再向我隐瞒母妃中毒的实情。那凶手会是谁呢？能让圣后帮忙遮掩，那真正的凶手身份非同一般。这都什么时辰了，陆玉儿怎么还不回来？她不知道自己已经嫁作人妇了吗？跟男子单独出去像什么话？也不怕闲言碎语，这样传出去对她名声多不好。那岛主，要不我再去看看？哎，等等，那个，若她已归，你让她来书房，给我认个错。是，岛主。夫人，您总算回来了。嗯，回来了。夫人，你不知道岛主有多着急，他一直在书房等着你呢。我听说花间阁有个收藏历史文献的藏书阁，只有花间阁副掌膳以上的职位可以去查阅。夫人，您赶紧去一趟书房吧。杜若老是疑神疑鬼的，夫君待我这么好，怎么可能对我另有所图？不过要不我想法子去花间阁当厨娘，一来我可以天天腻在厨房，二来说不定在花间阁能了解到阿娘以前的事儿。夫人，夫人。嗯，对，就这么办。岛主，陆玉儿人呢？岛主，我叫了夫人两声，他什么他？我叫了他都不来了是吧？啊啊！
来。夫君。夫君这是怎么了？夫君。你怎么啦？你们俩不好好参观花间阁，跑出去干什么？一去还三个时辰。你以为人妇，单独和男子出去，成何体统？夫君，我跟洛洛就是一起出去叙叙旧，没有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你们还想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啊？怎么办？夫君连吃醋生气的样子都好可爱啊！你为何这般看着我？好，夫君，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我错了，我以后不会了，你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生气的样子好可爱，但他冲我笑的时候更可爱，得哄他开心了。夫君，我跟你说一个我的往事吧。我小时候啊，特别喜欢吃糖，可是每次呢，我又分不到糖吃，我就想起我阿娘跟我说过。说人啊，只要感到开心的时候，就像吃到糖一样甜。所以我每次想吃糖的时候呢，我就努力让自己开心起来。哎，就真的感觉好像吃到糖一样特别甜。前去参加厨娘的考核，我绝对不会让你出面的。杜若前脚进花间阁当御史上司，你后脚就要进去，哪有这么凑巧的事？你是不是冲着杜若去的？不是，夫君你多虑了。我想要去花间阁，是因为听闻我阿娘于婉惜也曾是花间阁的创始人之一，所以我想跟随我阿娘的步伐进花间阁。再者说了，这样也好，不荒废我的厨艺嘛。谬言！花间阁的创始人始终是我父亲花剑山。我不管你听到什么风言风语，反正你就是不许进花间阁。那我也不管你允不允许，反正我就要进花间阁。你敢？我就敢。来人呐！
主。夫人身体抱恙，不能出门，你们给我看好了，不准出岛主府半步。是。花衣男，你啊，这男人习性真阴晴不定，亏我刚才还觉得你可爱，我真是脑子烧坏了。慢走，我想要去花间阁是因为听闻我阿娘于婉惜也曾是花间阁的创始人之一，所以我想跟随我阿娘的步伐进花间阁。她是从何得知此事的？后厨管事窦招财，前厅管事苏唐，参见御史上司。苏唐，怎么是你啊？你个流氓无赖！哎呀，昨儿个我们花间阁是举阁上下，扫净一带啊，就是为了迎接御史上司您呐。那场面，那阵仗啊！像那个什么万人空巷倒喜相迎啊，都是为了一览御史上司您的星眉剑目、玉树临风之姿啊。杜上司，今日是花间阁初选会的最后一天，等您稍歇片刻，我们一同前往初选会。哎，早就听闻苏管事性格温婉大方，来花间阁的达官贵人无不赞誉苏管事的为人处事之道。杜上司谬赞了。怎么是你这个流氓无赖啊？哟，刚刚才夸完苏管事，这马上就原形毕露了？是属下失礼了。这御史上司跟苏管事认识？不认识。不认识。哦。不过，以后有的是机会，慢慢认识。阿姐。说你昨晚惹恼了一男，被关了禁闭，我呢是特地过来慰问你的。是来看我笑话才对吧？谢谢阿姐。你们夫妻之间的事儿，我可没空搭理。赶紧把名字给我署上，别耽误我外出。我不知道你给一男喝了什么迷魂汤，让他答应把银钱交付于你。反正我的智取钱票，你一律不许拦截。我想给你更多的岛主府女主人的职权，以后岛主府的财政大权都交给你处理。哦，我想起来了，确有此事。阿姐，花衣男这是给我埋了个天火雷呀！阿姐，不知今日岛主是在花间阁还是在府上？今日是花间阁厨娘初选会的最后一天，一男无疑是在花间阁。若你想找他求饶的话，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初选会的最后一天，初选会。站住！
干什么的？奉夫人之命给岛主送吃食。走吧。就这样还想吞出我的墓院，没门儿。且慢且慢，等一下，我要报名。来不及了，报名已经截止了，你明年再来吧。明年？明年可不行，大哥你通融通融呗。哎，那个，这个，拿着。不要！哎，大哥，你通融通融嘛，收着吧，收着吧。进去吧。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你好，王林总。你好，请问是在这儿报名吗？啊，对，就在这儿。哎，别吵了，那边的，在这里把名字写好，把牌子挂在这儿，然后再在这里排队，听明白了吧？来，快快来！为了了解阿娘的往事，我必须低调行事，不能以岛主夫人的名义来报名。给你，谢谢。哎，马上挂。往那边挂啊！第一道蜡开始。真香，你尝尝。第二道，酸，开始。
初选会开始了。哎，英荣姐，你发挥怎么样啊？山宝你呢？我去年啊也来这花间阁应选过，只是没想到败在了最后一关。我也听说这最后一关其实并不容易，只不过没想到是单独应选，里面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不过英荣姐你都有经验了，而且你做菜那么厉害，肯定没问题的。哎，但愿吧，若今年还是选不上，那我可得回去继承我父亲的大酒楼了。不过我还听说去年好像有一个厨娘因为说自己成了亲就被取消资格了。啊，为什么？因为成了亲的人肯定没办法全身关注在厨艺上，难免会分心给家人嘛。所以有的厨娘她明明成了亲还说自己没成亲。嗯，花间阁选厨娘果然严格，这么吓人，该怎么办？好，花艺男下一个李玉，一定会为难我的，我得想办法让他认不出我。谁啊？李玉。啊，到！快，快点！啊！还是，各位主考官，我会加油的。转过身来。啊！干嘛呢？岛主叫你转过来，你还不赶紧呢？是不张有损风仪的厨娘的。啊啊啊啊！你看，突然一下就都好了。这个鲁豫儿，竟敢给我偷跑出来！你叫李云月？嗯。若当众揭穿玉儿的身份，怕失了她的颜面。云云，你成亲了没啊？嗯，去年啊，好像有一个厨娘因为说自己成了亲就被取消资格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成亲，没丈夫。你没丈夫？你怎么可能没丈夫？我为什么不能没有丈夫啊？可能是因为有丈夫和没丈夫是一样的吧。那你刚才为什么点头啊？对啊，我刚才点什么头啊？我因为我丈夫死了。你丈夫死了？对，我丈夫因为我话太多他病死了。你居然说。丈夫话太多。哎呦，岛主，要不你还是先让我做菜吧，你问题问的太多，我答不上来。李云月出言无状，居傲无礼，不宜留在花间阁，下去吧。可是我，苏管事，这就是你一贯处选的态度吗？若只因他人不善言辞，就随便取消资格，那得损失多少作善奇才啊！